女士们、先生们，掌声有请万科阳光球员入场。
场的各位观众，掌声有请万客阳光球员入场。女士们、先生们，请起立，奏美国国歌。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stand for National Anthem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it.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The National Anthem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h, take that watch and take
She woke up in the morning with the stars in her eyes. But all that she sees is darkness. She won't tell you why.
Thank you.
29号伊莱恩·普利。10号何欣。15号孔明慧。23号方欣。19号侯月。28号赵启南。主教练 Morgan。Head coach Morgan。女士们、先生们，请起立，奏美国国歌。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stand for the national anthem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The National Anthem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环宇体育，昆仑红星的球迷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在今天晚间的时间来收看我们送出的比赛直播。这是 WCWHL 女子冰球职业联赛的常规赛的比赛。今天呢，我们看到的对阵双方，一个是深圳万科阳光的女子冰球队，这是在他们的主场深圳作战；来访的是美国波士顿的女子冰球队。今天有我和欢，还有呢天使酱，我们两个人一起为大家来评述这场比赛。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这一天这一场比赛。我们能够非常，我们经过这几天的转播，那个对手这个波士顿刀锋队也是有一定的了解了。对，因为之前他们已经在连续在深圳跟昆仑红星打过两次比赛，然后。其实对于万科阳光的队员们来说，这个波士顿刀锋队也非常的熟悉，之前他们在客场有过交锋，在波士顿有过交锋，当时万科阳光队两场是分别7-2还有一个4-0，两场大比分击败了对手。这是当时万科阳光在美国的客场比赛啊，也是大比分赢球。今天是坐镇主场，他们心理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呢，看过了我们连续周六周日播出的两场直播之后，大家对波士顿队的实力也是有所了解，那球队打起来还是挺厉害的啊。对，他这个波士顿队有一度让人觉得，哎，你是不是个人能力不行啊，是不是这个水平差距比较大呀，但是他真的发挥起来的时候打得还挺疯的。对，他尤其是战术执行能力比较强啊，球员也比较拼，而且呢还有一个比较靠谱的门将啊，这些都是冰球比赛里面比较关键的要素。对，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个门将，他们还是这个达姆，对，这个35号达姆这个门将，我们之前也介绍过，这达姆这个门将呢，就是身高不太高，但是底盘特别稳。对，他本身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冰球门将的一个身材，但是确实扑救啊，看整个感觉，包括站位什么都特别稳。对，达姆必须好好吹一吹啊！在第一场跟昆仑红星比赛中，他面对48次打门呢，扑救了43次，在女子冰球里面扑救43次，基本上跟疯狂一样的数据。对，已经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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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不起了啊！对，然后而且我们必须还得再夸一下这个刀锋队，还有一点就是，别看他可能战术能力一对一什么手上能力可能差一点儿，但是人家这个战术配合很好、不仅是说这个防守上的站位，大家虽然知道自己能力有差距，所以大家都收得比较紧，进攻上来说呢，他有几个那种小配合，其实也特别的能够造成杀伤力，尤其是跟昆仑红星往往容易就是一点过去了就没有人跟上那种情况不一样，刀锋队还是经常，哎，你可能经常造成一部分一波打门，一波这个团队作战啊，团队作战，对对对。今天开场之后穿深色球衣的啊，这是万科球队啊，这是他们在自己的主场。万科阳光队呢，目前已经打过了11场比赛，拿到了16个积分啊，排在整个的 CWHL 的第四位。对，万科队其实之前一度成绩都非常好，但是在哈尔滨的连续两场对这个中国德比里面，对，不敌大姐姐这个昆仑红星队，所以说有点郁闷哈。对，他们现在呢虽然分不高啊，但是他们打的比赛也是最少的，11场比赛他们是所有联盟里所有球队打的最少的一个，最多的万锦已经打到了17场，昆仑红星呢也打到了15场啊，所以说万科队如果也拿到连胜，分还是马上能涨上来的，马上能涨上来。而且这个万科的球员们吧，这个年纪都比较轻，然后都是好多都是大学刚毕业啊，或者像中国球员里面就可能18、19、20，属于那个青年队那个系列级别的哈。对，就是大家都是年轻气盛，什么出身牛犊不怕虎啊，这种意味的，就有一股拼劲。跟万科球员比起来，这个波士顿这边球员身材显得更矮小了一块啊，万科球员的平均身高感觉比昆仑红星还要略高一点，对对对，要高一点。哦呦，这个进攻还挺厉害。而且其实我们可以看，虽然这个昆仑红星和万科阳光这两个号称是姐妹球队，也有很多的共同之处啊之类的，但是其实两个队的战术风格和场上的球风差距还是比较大，挺大的。这个之前我跟一些球员也聊过，他们自己也觉得，哎呦，连续扑救，这个对方，你看这个刀锋队有时候就会有一些这种小配合，然后两三个人在门前给你制造险情。哎呀，这个撞击。其实上周六日两场比赛看得特别过瘾啊，整个比赛悬念特别大，特别悬念特别大。昆仑红星两场比赛都是逆转了比分啊，一次是1-2落后，一次是0-2落后，最终是5-2和4-2拿下胜利。其实那两场比赛呢，从我看价值啊，一个确实啊稳稳当当收获了4个积分，另一个是锻炼了两个中国门将啊轮番出场。哎，那个王雨晴和何思叶两人出场分别收获一个首发获胜，对，真是了不得的一个锻炼机会啊。对，而且还有一点呢，感觉还是能够，因为球队打这种逆风球还是挺珍贵的。哎，刚刚我们看这两个，其实是万科阳光两个球员自己撞在了一块儿。你
一个是《芳心》啊，《满格阳光》里面呢，就是中国球员的比例比昆仑红星还要略高一点啊。对，而且出场的时间应该，中国球员的出场时间更长也应该一点更长一点。但是感觉万科这个门将啊，加拿大的球员楚力也挺厉害的啊，挺厉害的啊，一点不比那门的芬兰小门神差哈。嗯。哦呦，机会漂亮，漂亮，进了吗？没进吗？我感觉是进了，应该是。对，这个感觉刚刚非常的像进了。进了应该弹出来了。对，但我们待会儿再看啊。嗯。但因为这一次进攻还没完。这个球不形成死球啊，就没法回看。对。冰球比赛就这特点，太快了啊。对。所以说呢，你不借助一些摄像工具，有些球真的肉眼判断很难。而且你看这样，他死球的为了保持这个节奏，死球的次数特别少。对。这个是像带球疯狂过来的是莫瑟，这也是基本上是联盟数一数二的射手了。是。他是一场比赛9球12助攻啊。对，非常的厉害。像万科阳光那一组，莫瑟、邦顿、啊、邦顿和、嗯、伍兹是吗？和不是韦伯斯特，韦伯斯特啊，这一组非常厉害，刷分小组。对，这大魔王小组啊、嗯，女魔头小组，行吗？咱们可以这么讲啊。是是，我们刚刚看芳心带球到底线，然后可惜没有太好的机会，现在还在继续的围攻。韦伯斯特17分，莫瑟21分。邦顿是14分，嚯，加起来差不多将近60分啊，50好几分，这三个人。对，我现在特别好奇啊，这要万一刚刚那个进了，这一段是算全白打吗？不算不算。看看，继续来，再进一个吧，漂亮，手套摘球。终于死球了，我们终于可以看看前面那个球了。嗯、这一段万科阳光的进攻战术非常的，你看这就是他跟昆仑红星的战术不一样的地方、啊、因为这个万科阳光啊更加清晰简明。就是并没有回看、这个、对对对，估计呢昆仑红星也没闹啊，证明应该不是万科队的球员没闹啊，证明这个球确实没进啊。对，但是刚刚那个弹出来的那就应该是射在门柱上了。弹的对，因为弹出来的那个力度还挺大的啊，万科队这会儿压得还挺紧，像一个多打少一样啊，对方没法过线。中场拼身体拼得还很凶，这是俩人撞在一块儿啊，对方倒地之后半天起不来。是，然后对方那个球员回到了那个替补席，估计也有点不是很舒服。这对方这个射门就非常勉强，我们看到其实万科阳光即使说你看进攻很简洁，但是其实门前他有一些小的战术的防守配合也是很不错的。嗯，这个阵型一收回来，对方面对四个人，怎么样也打不了。好，现在又重新控制到球。这是孔明慧，哈，断下来太容易了。应该是都是三个中国前锋组合哈，嗯，有核心孔明慧都在场上。放心，哎，你看现在又断球了，断球，哎呀，哎，可惜。这个是邦顿，就是我们说的刷分组合里的一位，女魔头组合啊。对，邦顿，你看又现在有一个小范围配合的，
虽然没打出来，嗯，但是其实他们整个传球都非常的意图性很强，意图性很强，啊，嗯，很有耐心。而且其实他们往往能够，你看这样多次倒球，倒出空当，嗯，对，然后，而且这种思路很男性化哈，他这个非常的特别像男子冰球的一些小战术配合，对对，队员要求也挺高的哈，这种跑位啊，执行能力。而且这个万科阳光队有一个队，嗯，有一个特点吧，嗯，就是队里学霸特别多，嗯，就好多，应该队里有七八个都是刚刚从大学毕业的，而且都是藤校啊之类的，好多还是队长，所以这个属于脑子特别好使，然后又年轻，身体倍棒。对，万科藤校阳光队啊，对对对，都是高智商高颜值的小姐姐。这个华谊球员后卫李霞，嗯，她是藤校吗？李霞，这我得看一下，是吧？他的就是药师藤校肯定也毕业了，他是92年这一波，对，肯定都已经毕业了，因为如果你是 NCAA 还在打的话，合同在身，你是不能参加这比赛的，你是不能参加职业比赛的，李霞是普林斯顿毕业的。哦，对对对，想起来了，对，我刚做完他的一个采访整理，对，普林斯顿。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25号，我们刚才谈论这个球员啊，是一个来自美国的华裔球员，叫李霞，小时候也是在中国出生长大啊。是，但是在，反正我们看他球衣号码不是写的李霞，嗯，这个是写的纯英文名字啊，大家会有点困惑啊。他的正确应该叫 Eleva。嗯。应该是 不知道这样的一个阿莱瓦的姓氏是属于哪个族群啊，也挺怪的，阿莱瓦的这个姓氏并不常见啊，不是一个常见，肯定不是一个常见的什么英语或东欧的姓氏。嗯，哦，这球打得还真挺厉害的啊。对，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艾玛伍兹。嗯，艾玛伍兹也是算半个刷分组合，因为他有时候会跟这个莫瑟和韦伯斯特稍微搭也会搭一下哈。对，他目前是4个进球5个助攻啊。他那个射球点就跟奥维奇金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射球点，左边整球点，对对对，他一直躲在那儿等球啊，估计也是有比较有特色这么一个球员。艾玛伍兹身材算在前锋群里比较高的啊，1.72米。哦呦，这个机会好，这个刚应该是被楚力扑住了一下啊。第一节打到这会儿啊，几次波士顿的机会也都是源自于不错、万科这一面就是门前收缩防守这一块有时候回的不太及时，是空当比较多。在周日昆仑红星打波士顿的时候啊，第一节比赛打到这会儿应该都有破门了，应该是两场比赛啊，这两场比赛都是破门，嗯，都还相对比较 早对，嗯，我们来看一下万科阳光这一次机会打得比较简单，嗯，万科阳光的整体这个节奏还是比较快，嗯嗯，是不是说从跟昆仑红星比啊，是不是后防的这个真实的整体实力还是差一点，这个球队进攻端特色还比较突出，也有这些有杀伤能力的球员，但是防守端还是差一点，防守端也稍微对差一点，嗯，然后进攻端可能火力也没有那么平均，不均衡啊，对，因为他几个最就他的 top 进攻点就那几个啊， 对， 对，嗯，但是相对来说也有利有弊吧，有利的一边就是虽然说老说人家不平均，但是人家好的地方就特别好啊，对对，这就是足够啊，那几把刀子足够快啊，你就靠那几把刀然后先下分容易嘛，对，
这个思路就是什么全明星赛非得把克罗斯比和奥维西金组成一对、啊、对, 对，开心简单明了。对方应该有个小犯规的动作啊、嗯、感觉拿球杆勾了一下。但今天感觉因为两个队都比较硬朗，所以这种小动作也没怎么吹哈，到现在也没有犯规出现。嗯，过去的两场比赛打昆仑红星这会儿已经有多打少出现了啊，是不管是哪波肯定有犯规的、嗯、但是确实也没有什么不干净的动作说实话。嗯，你看这个莫瑟、啊哎、没有带住，对，莫瑟没有带住，后面跟进的四号是贾尼亚。比如说万科这个球馆啊，现在咱们看啊，就是摄像头对面看台还是有一些观众啊，甭看是礼拜一啊、礼拜二的晚上，这时间点不如周末更好一点，但是观众热情还是挺有的。对，周末的时候、嗯、我最后看安检数据、嗯、数据能有2000多、嗯、2500多，了不得，真的了不得。那真的是对于、嗯女子冰球来说、啊、不要说中国、嗯、对对对，在全世界里面你能有2000多看球就算还可以的。对，除了那个世锦赛决赛或冬奥会啥的，对，啊、那个不算啊，你不能，咱只算联赛级别俱乐部级别的比赛、啊、是是是，我们就算日常的这种、嗯、这我们之前看、我们之前看什么万锦之类的球馆、嗯、万锦迅雷队那个球队、嗯，他们球馆也就1000个席位啊，就你想有2000人还装不下呢，装满1000人啊，装满1000人，而且其实经常也装不满吧。嗯，万锦那地儿应该多引进点中国球员啊，主打中国牌，那地儿华人太多了，嗯，多弄一些中国的女球星过去，感觉上座率肯定能上。哎、看一下这个，哎呦，这段球。有机会，嘿，再补，漂亮、哎！这门将疯了，哎呦！哎，还有机会，漂亮！再来，再来，哎呦，美妙！后还给挡出来了。刚刚你看这个，怎么可能？刚刚你看这个，守门员的扑救就已经非常像我们男子冰球里面说那些，哎，像马戏团一样的扑救了、对对对。哇，这门前站着肯定不是达姆啊，这是弗洛瑞啊！哎呦。但是几次门前细腻配合真的很好啊，完全跑传都做到位了，而且真的球员默契，哎呦，这个机会也有，依然再来，终于进了啊，这么大的压力之下，这球门将肯定要扑不住啊，是这个，因为对方门前已经出现了多次漏洞，没错没错，而且其实达姆能扑住前面那几次已经了不得了，非常非常不容易了，他始终是在面对一个近距离的射门，对，一直是持续不断啊，而且都是有带球有躲闪之后的起杆，你看他特别难判断，是，然后 啊邦顿刷分组合又添一分，真是，这是他赛季第11个进球啊，他只打了，这是第12次出场，几乎场均一球，了不得， 看这球扑得太好，对，哎呦，其实也差一点啊，对，就差一点，他回身还是慢啊，对，从他的手套边上，但是说实话、嗯、他当时已经完全失位了，对，这一波波士顿球员也顶不住了，在防线上完全被撕开了，行，现在就是1-0、嗯、1-0万科阳光队领先。我就特想知道啊，那场比赛呢我没有看，在哈尔滨到底发生什么，他们那么悬殊的比分输给了昆仑红星，其实就昆仑红星看住了他们的大魔王组合，对，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啊、昆仑红星和万科阳光这两支队吧，彼此比较知根知底啊，对，然后万科阳光队其实他进攻武器没有那么多、嗯、然后被相对针对性的看住了以后就有一点啊难受哈，对，有一点难受，另外一方面昆仑红星的那几个球员吧，然后
到了哈尔滨以后也特别有卖力。对，虽然双方的都是哈尔滨球员比较多，对，但是年纪大的，然后也尤其拿出了那些大姐范儿啊，对对对，大姐范儿和拼搏的精神。面对父老乡亲啊，面对父老乡亲，对，估计什么那男朋友啊啊，老同学啊，都在场上看，都在场边看着呢啊。这个有没有男朋友和老同学就不知道，反正父什么家里人七大姑八大姨都来看，嗯、是。所以说。赢一场球啊，或者说比分悬殊一点，我觉得还能理解。连续两场把万科阳光摁住，我觉得哇，真是挺神奇的两场比赛啊。嗯。而且另外一方面来说，嗯、那个门将，嗯，莱提还是真的非常稳。嗯、是。对啊。他特别有。对啊。据内线消息啊，嗯、据那个于百威透露，哦，是于百威还是刘志新透露？嗯。莱提是一个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的人，就是训练的时候，嗯、你要谁进了他一个球，他都生气啊。他都要就是要用他的球杆用力砸一下球门，表示生气。哦，这边要受罚。贾尼亚。贾尼亚，这是一个94年球员啊。嗯、我们看一下，昆仑红星将面临一个两分钟的少打多。嗯，这是对万科啊，咱注意万科。万科阳光队。这是对万科防线的一个重要考验啊。但今天万科门将我觉得还挺让人放心的啊。对，楚立也是一个见过大阵仗的啊。见过大世面。哦，这一波强打执行完了之后，第一节比赛要结束了啊。差20秒。之后就还有20秒的5-5、嗯、直接清区啊，这跟昆仑红星打法不一样，昆仑红星一定把球带住了、嗯、要打一个4-5的反击进球，是是是是，要那么玩啊。昆仑红星的话其实真的女子冰球的特点会更多一点，更多一点，对，像万科阳光就还比较更男性化啊、男子的冰球的思路、嗯，一方面来说也有可能是因为年纪比较轻，然后体力啊有些什么都跟得上，对对对，有些战术执行能做到位啊。嗯，当然也是因为也有可能就是所谓年轻嘛，索性你没有什么底子，我重新来我也来得起，一些有经验老球员呢让他改掉一些习惯啊会有些困难。估计但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虽然说万科球员比较就是年轻强壮，但是真要让两支球队的人撞往一块撞啊，撞啊，反而是昆仑红星的人他的那什么优势大啊。对，虽然女子冰球也不练这个啊，对，但是就偶尔会有一个迎面什么的也不少了，这几场比赛真的也不少、关键时候抢啊，大伙儿尤其打到兴头上啊，互不避让。哦呦，这球接的有点慢，再射门机会没了。对方球控制的还行啊，这是也可以看出来，在少防多上的呢反弹能力还是昆仑红星更强一点啊。昆仑红星很少被对手这么压着打啊，就是哪怕人数对方占优啊。行，那第一节愉快的以1-0、是没有什么悬念，不像昆仑红星啊上来是什么逆转，是还需要这些事儿啊。万科阳光愉快的1-0领先结束第一节，我们稍后再见。
Jessica Campbell who scores. I think how it benefits the league is that it continues our mission of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internationally. And you know, the CW also has a mandate to help grow the game in different ways. And so for us to be able to help the national team for 2022, the Beijing Olympics, is another opportunity for us to do exactly what we said many years ago when we said, you know, we believe that women's hockey is only going to grow if you put key people in places and professional people in places where those skills can be enhanced by playing with the best. And so when you see some of these North American and European players playing on the new Chinese Kumla team, you are going to see those players get better. And we see it all the time. Like Japan just won the Worlds in their division. Four or five of them play in our league, and they're phenomenal, and I think they took that back. So I think it not just changes our league, I think it changes leagues across the world. Anderson passes it to Westfall, takes a shot, and it's a no goal. Westfall passes it to Sanderson, who passes it to Bobby Orr. Tried a shot that was wide and keen and cleared it, but not off. Bobby Orr behind the net to Sanderson. Orr! The thing that excites me the most about this collection is the fact that we're able to celebrate the diversity of the Canadian landscape. Our actual campaign really celebrates the beauty that Canada is. To be with a brand that fully encourages women to reach their goals and their true abilities, that's something that's really special. Scores!
Thank you.
球迷朋友，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今天的比赛直播当中。这是 CWHL 女子职业冰球联赛的常规赛比赛，万科阳光女子冰球队迎战呢波士顿来访的客队。在第一节比赛已经打过了啊，算是波澜不惊啊。今天我跟天使酱继续为各位介绍这场比赛的情况。哎，大家晚上好，我们刚刚在第一节里面看到了万科阳光队1-0领先波士顿刀锋队，虽然说其实刀锋队也还是有一些机会的，是，不过万科阳光队呢除了这一次进球之外，其他的致命的威胁也确实是比较 多，之前还有一次疑似，我们特别想知道到底那个球是怎么回事的。是啊，第一节整个打完了啊，我们有没有看到那个进那个那次进攻的回放啊，是打中了哪个位置弹出来好像进球一样，虚惊一场啊。第一节打过10分钟之后，波士顿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机会了啊，就被万科阳光围住干。那么其中呢几次好机会错失之后，最后是连续的漂亮的进攻配合终于破门，也是来自他们很牛的啊能够得分的一个核心球员汉娜邦顿。汉娜还很年轻啊，但是1995年5月份的，是，哎呀，这一位也是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一溜刚刚毕业的那个所谓藤校系列，这或疑似藤校系列哈。咱们昆仑红星是不是啊，别说昆仑红星了，就是国家女兵啊，有没有意愿去规划这类的球员？有，确实华裔的话肯定没问题啊。对，因为咱国家现在的规划计划感觉还是以华裔为主啊，稍微保守一点啊。不像那些明目张胆，有一些我们隔壁有些国家，对啊对啊对对，都已经开始引进什么白人黑人选手了。没错，其实也不能说是隔壁国家啊，就是其他好多，我最近研究这个欧洲冰球啊，就发现好多国家其实早在干这些事儿啊，包括像白俄罗斯啊、哈萨克斯坦做的很多。你看我们这又接近了，这是反击中的一个进球。对，而且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2-1。又是邦顿吗？嗯，应该是啊。哎呀，说着要规划他呀，他又进了一个球。这眼神看到另一侧队友的舞姿，但是实际上心里想的是找空当破门。这个球骗过了对方的防守球员，也骗过了对方的门将的移动。看看这个球打得特别坚决啊。邦顿确实就是之前我们说的藤校毕业的啊，康奈尔大学，哎，而且在代表康奈尔出战期间，嗯，场均能拿0.7分，哇，这算不错了。这是康纳赛季第12个进球，12场比赛12个进球啊！邦顿，哎呀，是，场均一球，嗯，再加上什么助攻之类的啊？对啊，这0.7分已经不算什么了。对，0.7分已经不算什么。估计这是昆仑红星的女兵球员哈，又回来给自己小妹妹加油了。我们看墨色，嘿嘿，墨色不甘示弱，又进了，哎呦，太简单了吧！墨色，不能让邦顿专美于闲，真是，好吧。那么很少看第十个球了，对吧？第十个球，他有此前有12个助攻啊，墨色是10个球。我们看这个万科的主教练，罗伯摩根。大家都管他叫萝卜啊，对，他自己还给他有一个微信，还给微信名字上加上那个胡萝卜的那个啊，就是中国化了一点哈。对，哦，对方门将这是反应慢了啊，是瞬间崩盘啊，万科队，哦，不要大意啊，3-1，我天哪，但是处理还是很靠谱真的靠谱。刚刚有一瞬间门前球员在想，哎，这球去哪儿了？对，这应该是侯月吧。对，侯月感觉一瞬间找不着球。好，
断下来，继续往前推。连万科阳光这些人球分过的小动作，这球拉开，对方也挺凶啊，三号特纳。他们得着急了哈，着急，开场这么会儿才三分钟就丢俩球啊，第一节觉得哎我好像还有一战之力，哎才0-1落后嘛，我也有机会，对不对？没错。然后第二节上来四分钟不到，哎被打俩，这0-1和0-3这个心理状态就不一样了。我们看赵启南吹的还挺严，赵启南嗯进了小黑屋。赵启南其实也特别年轻啊，嗯，97年的孩子。赵启南虽然目前只有一个助攻的表现啊，但是他效率值6啊，也是很厉害。后卫线最凶的啊是叫布莱克鲁克，这是有正15的效率值。正负值这个数据其实对前锋没什么用，嗯，对后卫还是能有一定的一小部分的参考价值的。就是说他丢球多不多吧，在场上的时候，啊，那个丢球多还是进球多呀，嗯，这个主要是来评判一下你在场上是正作用还是副作用。哎呦，这是防守端有点放松了啊。对，防守端有点放松，哎，三个人站那儿死死的啊，并没有人上去攻防，三个人站那死死的好像还刚好把楚力的视线给挡住了，当了一下卧底。对方是17号的格雷夫斯啊，哇完成了进球，嗯，这是他来到中国之后3场比赛第一次破门得分，此前有一次助攻队友的表现啊，其实也不是站得死死的，主要是莫瑟和慢了啊，不和对方在那儿抢位，抢位，然后，抢位的时候，对，出现了问题。嗯，哎呀，咱们刚刚夸奖了楚力啊。对，这但是是是是，从守门员的角度上来说，肯定是哎，我怎么就看不见了呀？对。这个进球会更加激发万科的进攻欲望，说啊还能打我一个，咱接着来比一比。其实别说波士顿突然这个速度显得也挺快的了，嗯，哦呦，哎，又来了，倚住对手再射，漂亮，门将。刚刚这个是犯规了，因为对方下了狠手一个，这是孔明慧。对，孔明慧速度还真挺快的，啊，对，对方下了狠手来那个用，嗯，你看想砍一下结果没砍下来，但是不管怎么样有2分钟强打了。哎，孔明慧这个机会其实还是挺好的，挺好的。哎呀，可能还是受到了对方砍那一下的影响，干扰，对，稍微慢了1/10拍之类的。孔明慧距离赛季第一个进球啊就差一点点，带出去了，哎呀可惜。这现在换的是哪个组啊？应该是一个强大组，这怎么突然就被对方找到了这么好的机会呢？教练得多喊两句让大家精神一下，真是真是是，哎呦，镜头没跟上，哎呦，门将又立功了。今天咱不要门将左手打了啊，门将左手扑得真好，现在往右手多攻一点，连续两个机会都是打他的左侧。现在并不是个强打啊，刚才没有吹犯规，这次才吹犯规，这会儿才是真正的强打。嗯，但是刚刚那个拿杆儿击人啊，而且刚刚那一波，嗯，拿球在对方门前打的那个状态像是强打，确实特别像强打。这镜头也没抓对啊，这是比较晚的一次动作了，应该犯规是更早之前，啊，对，这个镜头是其实是他延迟判罚被吹停的那一次。对对对对对，对方进入受罚席的是后卫基特莱奇。
现在两分钟的强打，我们看一下万科阳光队要用什么样的战术来巩固一下自己的胜势。这关键争球波尔顿还拿下来了。这万科阳光也不是特别着急，对，慢慢的推进。后卫是赵启南，那边方心在场上啊，几个中国球员都在。方心、孔明慧、再来。可惜这个球没有。哎呀，这球传的有点糙。有点粗犷。还得继续的往前逼前抢一下。实际上感觉三比零之后，整个万科队是整体放松，对对，哎，这想紧紧不出来了，需要再敲两锤啊。哎，来了，哎，漂亮，漂亮！哎呦，又是攻对方的左手侧，还是没打透。哎呦，门将太猛了。今天对方门将的表演不亚于跟红星队第一场比赛那种表演啊！是啊，面对很大的压力，连续有精彩的扑救，确实俩队进攻模式不一样。哎呦，对，其实差别还挺大。挺大的。我们看，像先这样强打的战术，其实也不太一样。万科会更加的多的去利用这种大范围的转移，转移，然后蓝线起杆，像什么大，啊，对，在蓝线的大力射门之类的。对方把球，对方门将把球抱住，现在是在波士顿刀锋门前的一次争球。最后一次射门的是莫瑟啊。莫瑟也表示，哎，为什么这个不是对自己刚刚感觉打门那一板也不是特别满意。对，看刚贾尼亚哈，贾尼亚这一次机会其实是非常好的。对，他已经把球挑起来了，但不足够高啊，还是被门将给拦下来。对方门将又开始遇到这种，马上要遇到体能极限了。对，因为面对压力太大了，在他门前拼命的近距离射门，但是对方这个刀锋队这个争球比起来还是可以，就是成功率比头两场要好一些，比头两场好很多。我们来看一下刷分组合的表现们。哎呀，感觉呀，波士顿不特别触头昆仑红星的打法，反而对万科的打法有点触啊。是，两个呢球队不知道有哪儿有一些相像的地方啊，但是呢万科又技高一筹，给人这种感觉。哦呦，又是吹罚的一次犯规。这是十七号的吕月，吕月也是一个大伙儿不特别熟的球员啊。他应该啊，九五年被对方突然一把推倒。六号的基卡姆也是头两场比赛有一次助攻。因为我们知道啊，昆仑红星和万科阳光这两支女队，其实都是在中国国家女子国家冰球队的基础上拆分，然后混编组成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的中国球员回头都，哎，我们再看这个球，中路机会真好，这球打的劲儿太小了。对，就是说这两支队里的中国球员，就算是有些不太熟的，以后也是会经常出现在中国国家队里，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已经入选了国家队。就是将成为一个长期的队友啊。对对对，就是以后我们参加什么世锦赛啊，经常会在这种新闻里看见。但是这两个队里面目前还都没有 U18 的球员呢哈。U18 不能打， U18 都在其他的。哦呦，这个球有问题啊，这个球快进球门的时候球门动了啊。对，
应该是对方门将自己踹的吧。这个又说到之前那个笑话，就是一个门将的标准防守应该是怎么样的，如果对方是二打零的时候，你就把自己的球门给推倒，这样虽然会判罚一个点球，但是一打零总比二打零好啊。我们看这个其实修球门也不是特别容易，是还挺麻烦的，一旦出了问题，尤其是像他这样，哎，突然踹出那么远，你还得把那个冰再弄一会儿，然后再重新把它插得深一点。这个情况其实在 NHL 那种级别比赛里啊，固定球门也得花点时间。对，你看还专门带一瓶水去冻一下它。我们来看一下之前那几个进球的集锦。对，这球打得很突然，是一个其实你还是能够看出来，达姆他那个小门还是有问题，是一个他的破绽，对，下顿慢嘛，对。对方这一系列的这个抢球非常的积极啊，对，成功率比较高。嗯，好好，哎呦，啊，没有转出，哦，碰进去了，我的天啊，进了，这门将，这是方兴吗？应该是吧，这么高兴，第一个进球，哇，祝贺呀！首次破门建功，哈哈，哎，啊，队友们都喜笑颜开，主帅也乐死了啊，对，主帅也高兴。整个的万科里面啊，中国这批年轻的女孩第一个啊在职业联赛里进球的，哎呦，太不容易了这一刻。你看，我们再看方兴，哎，他还是被对手拉住，反而这个劲儿给卸了，这球打没打好，这球其实是没打好，恰巧呢然后就滑进去了。对方的门将做了一个预判，往另一侧走，实际上走早了。而且我们也确实看，像达姆这个，还是他的又是小门，确实又是小门，就是小门，下蹲慢了。他下蹲慢，然后这个腿合的也不好，就老是有这么一个漏洞。哎呀，乐坏了，乐坏了！刚我们一看他，哎，是方兴吗？然后他就被队友压在了地上庆祝。昨天啊 ，KHL 的昆仑红星男队啊，洛嘉完成了这个赛季首个人的第一个赛季进球。嗯，那么方兴啊，这是在万科阳光进了一个球，但是方兴这意义更大，当然全队里面的这些中国球员里第一个进球。第一个，哎，这是怎么着呀？嗯，要讲一下啊，要不要还要不要做判罚？他应该在。那个动作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个裁判已经举手了，是一次犯规，是一次犯规，但是理论上来说是不应该再有判罚，因为那个球已经进了嘛。延迟判罚的时候，如果进球是不再做处罚的。主裁要跟记录台这儿再讲一下哈。这是在确认，嗯，看起来是在对表吧，有什么表可对的，对，球进完了之后争球吗？讨论了好长一段时间，对，我们也感觉去记录台找的主裁判啊，而不是主裁判找的记录台，是是，记录台找的主裁判，对表应该是主裁判找记录台。去给对方主帅去解释，嗯，这是什么意思？哼，全席也挺激动啊，包括这个日本球员佐藤啊，也在跟裁判交流。果然还是送一个受罚球员进受罚席，这个挺奇怪的。但是并不是多打少哦，对方还是五个人在场上，等于还是五对五，但是有一个人进受罚席，是不是这样？不知道。
哦，不是，换了换了，对方在换人。下三上二，他们换那个少房多特勤组了。对，啊、他们换特勤组了。那这个还是个多打赏。这个也很奇怪呀、嗯，就是对方如果是说你延迟判罚的情况下，如果进了球，理论上是。对，这肯定是个延迟判罚之后的进球。他先举手，然后方心再射门，然后才进去。延迟判罚的情况下，如果对方进了球，你这一个犯规就应该取消掉才对。就抹掉了，对。对啊。嗯，比较奇怪，所以对方也非常激动的对、啊、想问为什么、啊、嗯，好吧，进球又强打啊，喜事连连的。哎，但是现在没给强打标。嗯，对，这是等哦，五打四，他没显示出来，刚没显示出来、啊、这感觉随时还有可能再进一个呀。是，刚才估计方心这个进球也有那个中国球员给他完成助攻啊。是，应该是有。刚看起来看到核心在他，在他周围啊，在他周围。门前再打，哦呦，又球门动了。没有，在外面。啊，对方动作有点大啊。是。这是。打得不爽，直接跟贾尼亚干上了、嗯、贾尼亚这块头被撞倒也是不容易，也是不容易，而且感觉丁院都发出了蹦的一声。对，看看啊发生什么、啊、大伙儿在抢球、啊、贾尼亚、哦、呦，这是犯规呀、啊、这百分之百呀、啊、刚才这日本球员佐藤就很激动，在这球员席上就很激动、啊、这个动作是百分之百的犯规。嗯，这就看裁判判不判了，这是给补的刚刚那一个，对对对，犯规的吧。对，没错，进首发席71号的基特莱奇，看看在反复重发，他怎么判基特莱奇进首发席？刚才防守方心进攻的可不是他啊。那这是他可能是挑的另一个刺儿，有可能是吧？有可能是进球之后有对裁判不满了，或者说对的动作不干净了，跟那个方心的进攻没有关系的意思吧？这就对了，这就合理了，那就合理。等于附加又给你来一个判罚，嗯、做的不对，但是镜头没有交代清楚啊。但是佐藤那个犯规可是很清晰啊，横杆挥足，裁判给放过了，可能放过了。啊、对你已经在少打多这么可怜了，我就放你，而且你已经一打四了，我就放过你吧，对之类的。这个好，贾尼亚。其实感觉我认为最难打的还是这场比赛啊，对于万科队来说，明天呢是波士顿在中国的最后一场了啊，连续背靠背确实五天打四场又很透支，有点累，哎，而且大家想家了，赶紧走吧啊，熬过这个深圳的地狱的客场赛程，对，哎，所以说明天那场球反而倒好打，但话不能这么说，因为之前不能给自己立 flag、嗯、啊，是是是，对对，而且之前那个万科阳光队最后那一场打多伦多的时候，我们也老觉得哎十拿九稳十拿九稳、啊啊啊、最后还深深被对方拖到了加时赛，这个凡事还是得小心谨慎，小心一点啊，那个怎么说呢，以同样的心态去面对每一场比赛，好好的准备。其实真正考验万科女队的赛程啊，是在未来，对，一月份之后，一月份那一波，北美的客场，北美的客场，就是圣诞假期回来以后那一波，还是挺那几场比赛要互有胜负咬住了的话，他们排名就能上去，那就高了，就厉害了。因为接下来那几个对手，万锦，对，然后蒙特利尔、卡尔加里，这几个都是特别强的球队。随着昆仑红星拿到了2连胜，实际上呢在北美那边蒙特利尔和卡尔加里也都拿到了2连胜，只不过打的都特别的艰苦、嗯、像蒙特利尔赢万锦一次是5-4加时，还有一个前天是2-1点球，哎呦，2-1的点球，那就基本上这很难，基本上就是1-1的一个对一个1-1进入常规时间，然后加时还没分出胜负，对，卡尔加里呢4-3加时打败了多伦多，那是上礼拜六啊，礼拜天的时候又是6-3再赢一场，这样的话昆仑红星，哎，昆仑红星跟对手不是这个万科阳光、还是
因为老有这种非常好的在中间断球啊、嗯、然后对对对对，而且队友跟上又特别快，挺好，这球抢的也舒服啊。嗯，这波士顿禁区不过三秒啊，第二节明显顶不住哈，明显是顶不住，虽然有一个漂亮的进球啊，但是大部分时间很被动，那个进球就比较像是就是文科阳光一时松懈、嗯、啊，对对对，然后被对方感觉其实那个球也不是多好的机会、嗯、就那么一拍然后就进了，但是对门将来说也很闹心，这个球很闹心，我本来可以真真什么、啊、零封啊，对，他面对对方的射门并不多，整个比赛到现在哦，冲过来了啊，内侧是空的，转移不错， 哎呀还是传大了，他刚其实一开始可能也没想传，那个处理封门的角度也是很不错，嗯，这应该是吹的啥越位，应该是，只有可能是吹越位，看这个球，嗯，他可能一开始想要射门，但是后来那个射门的角度已经被封死，就只能传，但是传的话他当时那个角那个位置已经不是很好了，就传不出好球来了、嗯、哦、哎、这个机会看看，哦，裁判也没有吹哈、啊、稍微有一点这个半人的嫌疑啊，俩人是个交叉的位置的跑位，看看贾尼亚这个防守，其实大部分是他自己摔的，对，他让开了哈，还是贾尼亚身手特别灵活的那种球员，对，像跳芭蕾一样就绕开了，波士顿开始发力了啊、嗯、觉得我们还可以再攻一下，对，觉得自己还能抢救一下，现在莫瑟这一组在场上，嗯，但是不能，太松了吧、哦、这球带的漂亮啊，没打进，这个怎么回事，这个是空门，对，刚这应该如果不是楚力神奇的用自己的手套碰了一下，就是对方奇迹的把球打偏了、啊、出现了幻觉，在门前，对啊，半米处面对空门没打进，整个门都让给他了，是需要看一下回放，当然那个100%责任是昆仑万科自己的后卫、啊、对，这个你带球带的太多，然后又带得松，然后被对方很轻松就断下来，并且又打身后、啊、是马哥，这一波要小心啊，对，就是后卫现在有点吃力啊，前锋应该多回来协防一下接应一下，而且不要把战线拉太远，感觉是因为太久没出区，然后球员又有点累，因为之前有可能感觉在一个轮换的末尾了，然后球员已经明显出现这个带球很吃力的状况，这是一个底板球，我们来看一下之前有没有回放啊，那个球到底是怎么回事，萝卜教练也该喊一下了啊，是让大家再精神一下，第二节比赛呢时间也不多了，不要在收官阶段再出现意外，开始给方巾鼓劲儿啊，国家队的队友们开始大喊方巾的名字啊、嗯、对，方巾再进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啊，按你的眼光啊，最但是锋线上方清进球是真的很值得，打的也最努力啊，出场机会也很多的一个中国球员，那么除他之外啊，谁还值得更多的一个进球，孔明慧核心啊，核心啊，对，核心孔明慧其实也非常的也可以、啊、对，万科呢这个阵容啊，一个特点就是在防守端中国球员更多一点哈，轮换的基本上都是在中国球员这一端啊，
但是一直没怎么看到李霞呢。嗯，再继续来这一波进攻。哦呦，机会好。13号，哎，还是有机会。布莱克鲁克。嗯。出不了区啊，对方也滑不动了。现在万科要把成功率传球啊，成功率提高上来。哎呀，可以多做配合。还可以，还可以，因为对方，对方跟不上了啊。对，你看达姆其实回守门员，你把他调出来以后，他回位的时间还花的比较比一般的守门员要长一点，可以多利用这种调开的情况来打一打。这感觉就出去换了个组。嚯，这是很自信，打得很放松。嗯，我觉得万科队的优点就是放松啊。对，4-1领先，然后感觉他上来就很放松，是是是啊，就是心里特谱有谱那种打法，一下一下的啊，也不着急。所以对方还能本来还可以钻一钻主队心态的漏洞啊，现在。万科队心态真的很好，嗯，一直是保持一个状态和节奏啊。嗯，当然领先多了后防有点疏忽大意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个情况。又是对方前抢，哎呀，深圳不太适应啊，对方前抢上来之后，嗯，不太敢拿球，后卫球员。对方确实这一波前抢的挺凶。又开始来了，球根本没有拿住，哎呀，丢的太快了。又是传球失误。这个感觉，哎，怎么会那么累呢？突然间。对，突然间觉得。突然间累了，嗯。觉得那个万科阳光的体能是不是出了点问题，还是这一节可能已经到最后有一点累了。好，反前墙继续来。可惜刚刚这一波配合没打起来，你差一点。对方速度还是挺快啊。这个速度跟之前打昆仑红星的时候仿佛不是同一支球队啊。然后莫瑟过来，哦，莫瑟用速度硬吃啊。哎呦，又是移动了球门，又是门将的右手门柱。哎呦，这是第三次了啊。裁判应该给球门加把地锁啊。莫瑟真厉害。而且他刚那个想法特好，他那但凡右侧有一个队友接应，因为他的球还真的已经传过去了。对，但是他没有队友跟的有点慢。对，哎，还有机会，哎，再打，没了，最后一杆的机会没有了，没了。好，哦，不错，一个4-1的结果哈。对，这一节进了四个球，两边加起来非常精彩的一节比赛。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啊，这第三节希望依然有万科球员能够很好的发挥，依然有中国球员可以破门得分啊。嗯，
Wild spot. Who has scores? Trying to go the other way. Davis in front for Jessica Campbell, who scores. I think how it benefits the league is that it continues our mission of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internationally. And you know, the CW also has a mandate to help grow the game in different ways. And so for us to be able to help the national team for 2022, the Beijing Olympics, is another opportunity for us to do exactly what we said many years ago when we said, you know, we believe that women's hockey is only going to grow if you put key people in places and professional people in places where those skills can be enhanced by playing with the best. And so when you see some of these North American and European players playing on the new Chinese Kumla team, you are going to see those players get better. And we see it all the time. Like Japan just won the world in their division. 4 or 5 of them play in our league, and they're phenomenal, and I think they took that back. So I think it not just changes our league, I think it changes leagues across the world. Sanderson passes it to Westfall, takes a shot, and it's a no-goal. Westfall passes it to Sanderson, who passes it to Bobby Orr. Tried a shot that was wide and keen and cleared it, but not off. Bobby Orr, behind the net to Sanderson, to Orr! Bobby Orr! To the Boston Bruins! Up to center, coming in as Lou. Gilladyke centered it! To play in the second. Here's Lemieux. His center penalty coming out. Look at Lemieux. Oh, my goodness. What a goal. What a move. Lemieux. Oh, baby. Here's a shot. Anderson made a wild stab work spell. Here's another shot. Right by the door. The thing that excites me the most about this collection is the fact that we're able to celebrate the diversity of the Canadian landscape. Our actual campaign really celebrates the beauty that Canada is. To be with a brand that fully encourages women to reach their goals and their true abilities, that's something that's really special.
Bates pot. Gomez goes. Trying to go the other way. Davis in front. Francesca Campbell, who scores.
咱们人们就分按第二抓紧机会，这个纪念品非常非常的有收藏意义啊！咱们俱乐部为大家独家提供的关于我们万特阳光的纪念周边。抓紧抓紧啦！我们的第二个游泳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好，有请我们的后台导播给我们倒计时。咱倒计时五分钟就要开始了，好，我们的第三节比赛，也最后一节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各位观众，同样希望你们可以拿出你们的热情的欢呼声，陪伴我们的球队一起赢得这场比赛。现在我们的球队以4-1的比分暂时领先于波士顿刀锋队。还有一分钟就要开始了，全场观众再次给我喊出我们的口号，我们的球队已经来到了临场之上，来。欢迎体育昆仑红星的球迷朋友，我们今天比赛的直播继续。今天大家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 CWHL 女子职业冰球联赛中的一场常规赛。深圳万科的阳光队是在自己的主场迎战来自美国波士顿的刀锋，双方呢已经打过了两节，主场的深圳万科阳光现在是4-1大比分领先。刚刚我们在第二节的时候，双方一共进了4个球，非常的精彩。更值得纪念意义的就是中国球员方鑫啊，有了一次漂亮的破门得分。这也是整个万科队里面啊，除了门将位置之外，这是8到9名吧，中国球员里面第一个啊拿到进球的。非常的不容易啊！我们刚刚看到方鑫在进球以后，自己也有点懵，然后队友核心非常快的就扑到了身上去庆祝。对，就是非常高兴。然后，深圳昆仑红星的姑娘们现在也在看台上，刚刚也非常大声的给他们加油，然后也祝贺方鑫取得了这次进球。
希望这个进球能够让所有的中国球员都能有更多的自信啊，是觉得自己在这个联赛中啊有实质上的一个成长。确实是，我们其实从季前赛一直到现在，中国球员的成长还是真的非常明显。嗯，这个成长不仅是说在个人技术上，还有在意识上啊，团队配合呀，嗯嗯嗯，包括一些很细小的，你说从处理哈，都不是，都场下的，你如何吃，如何的锻炼自己，如何的去跟人，包括尤其是你有很多外国的队友了嘛，然后也有、也参加一个国外的联赛，你如何跟人打交道，这方面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成长。职业球员的一个整体素质是。对方也是很快速的完成了一波进攻，嗯，射门是15号的迈尔斯，但是楚力还是把这个球稳稳的接住，嗯，楚力属于那种更冰冷、更沉稳型的门将啊，嗯，就是不是那么有情绪波动的那种。这个评价其实诺拉更那个诺拉莱提更加是这个类型，更是这样啊。对，门将嘛，其实这样的挺好哈。走两个极端，走俩极端。哎，这个这一板差点还有机会。一个就是奎克那种倍儿热烈型哈，对，一个就是普莱斯那种啊，倍儿冷酷型，就是特别内敛。对，其实也不是冷酷，普莱斯其实也有一些好玩的小情绪。太少见了啊！这我看他真正乐一回，就是拿到奥运金牌那回他乐了。平常赢球输球他都是一副表情啊。要不然就是奎克那种，嗯，跟他们贝利、跟他们国王队的吉祥物贝利是同一个款的。对。这个球传的还是有点松，嗯，其实还是比较危险。我们看这次反击，嚯，这跑位真好，直接拉出了中间的空当。这个布莱克鲁克，速度又快，跑位又飘忽精准，嗯、这传哎差点出去，对，没有，他差点出去、嗯，他刚刚守在那个蓝线后面一点。这是刚刚的一次回放，嗯，不知道，这是一次，不太了解这个回放的意义在哪。嗯，对对对对对，嗯，这是对方的底板球应该。波士顿队大兵压境，这是跑到了万科门前来争球。23号的比扎里，嚯，波士顿把球拿下来。嗯，这一波我们看到万科阳光的球员十分的想把球断下来，但还是。双方陷入了比较焦灼的情绪。对，今天和明天两场比赛之后，波士顿跟万科队就再不会交手了，这个赛季常规赛的交手就这样结束了。是的，而昆仑红星还要在客场去挑战波士顿的。嗯，一个地板球要在万科门前继续来争球。在今天和明天这场结束之后，嗯，CWHL 联赛也进入到一个休赛期，因为圣诞假嘛。嗯、对。这个毕竟是北美的冰球联赛，他们还是要放圣诞的。而很多球员们，国内的球员们可能还可以有机会飞回哈尔滨跟家里人聚一聚，团聚一下啊。对，哈尔滨齐齐哈尔跟家里人聚一聚，有些。
北美的球员应该就直接回美国了，在因为再开始比赛也是在美国打哈，在加拿大，加拿大，在加拿大，一个像昆仑红星是要去多伦多，万科阳光是要去万锦，都是在加拿大，两个地方相距也非常近，非常近，开车一会儿啊，开车也就20多分钟的样子，哎呦，对方失误。在门前有一个机会，还是哎呀，可惜没捅着这个球。对，这冲抢还挺凶的，这球断得很漂亮。25号李霞，哦，看出灵巧和速度来了。又是把球断了一下。这万科阳光这一针，找到点之前那两节的劲儿了啊！这个绝对犯规了哈。好，吹了。这个这太明显了，很轻松就把对方给甩过去了啊！对方也是有点生气，看来莫瑟被对方拉了一下，哎呦，这太明显了，这看出我们镜头有很多个机位了。不会吧？连续吹两个犯规，哎，啊，就是借墙那个撞了那一下和后面拉这一下都给吹了，现在一下子变成了一个5-3。还能这样，对，连续吹俩犯规，这是肯定没问题，犯人，对，刚才还有个借墙的冲撞之后的一个阻挡犯规，哈，咱们还没有看到啊，这两天主队在打5-3的啊，嗯，昆仑红星队打过5-4，还没打过5-3。对，之前昆仑红星只有一次3-5。对，还面对过一次3-5呢啊！哦，不是5-3，对方最后还是调上来一个，现在是5-4，但是两个球员在受罚。昆仑红星打得很耐心，直接非常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刚刚这应该又是，贾尼亚，贾尼亚试图在门前一个非常靠近的距离，拼命的想把球塞进去，但是还是被达姆拦在了门外。达姆封这种角度还是挺稳的啊。对，这个下盘也很稳，是因为你在门前那么近的距离里，其实你也没有办法把它挑起来。对。他要是这个小门都封不住，那也确实是不会出现在这个级别了。继续看我们一个真球，好，又传给莫瑟，突然转向往中路走，被挡出来了。莫瑟刚那球也没打上劲，哎呀，这球传得太勉强了。强打已经过去了1分钟啊，万科这边并没有换组。对，还可以再坚持一波。邦顿，这一次清出去，估计控制一下要换组了。对，尤其是波士顿这边可以换换人。邦顿的滑行姿势显得有点累，这一直够着球走哈。是，哎呀，着急啊，直接打。万科队的这个传接效率并不好，成功率并不高，但是也没有。而且换换什么招？这个应该是没有换。哦，这球留得漂亮，再来。刚万科这一次强打基本上没怎么换人。对。因为我们看邦顿和莫瑟一直在。嗯。这会儿莫瑟还在呢，还没换呢。
是教练忘记了吗？放心放心。哦，放心来了。对，这球其实传的还可以啊。是中路跟上没、嗯、没跟住。好，核心赵启南。呼、嗯、这撞得够狠的。是赵启南把对方放倒，估计这一下要受罚。像借墙猛烈冲撞。对方感觉都有点，可能迈尔斯过来抢球。哎，但是赵启南是用腰和臀把对方给顶。这个动作在女子冰球里、哎、算犯规啊、嗯，是被很严格禁止的。嗯，在男子冰球里这没问题啊。男子冰球里这个得看，嗯、看你得回头数步数，嗯、你是、那个、倒滑了几下哈、啊？对对，滑蹬了几下。嗯。这弯科清出区的方法都是非常直截了当，不像昆仑还要对，还要一定要控控球，一定要找找机会，找找机会。嗯。其实打到这儿啊，对方知道要想赢这场球很难了啊，嗯、所以就看教练怎么布置，他们心态怎么摆。又是一个五打四的机会。哦，扑得太狠了，哎呦。很危险，这个球，就是门将直接面对对方的前锋。这种大冰面又是女子，这种快速清球其实挺管用的，在少防多的时候、会耗费好长的时间，再加上前锋还要换一下组。而且我发现这个万科队他的打法也是可、不知道是不是针对波士顿做出的调整啊。嗯，但是宁可有那种一对一放你过去，给你直接面对球员守门员的机会，不让你传切配合啊，不让你对、嗯、也不让你传切配合，也不决坚决不让你找到第二点，不让你的第二点轻松跟上。 嗯，波士顿这一波禁区也是打得有点微妙。跟进射门危险哦，第二波没有赶上。其实这要是昆仑红星，肯定打一个单刀反击啊。对，一定。但是这个情况是、哎、也是刚好自己有个趔趄，差点没拿稳球。而且那个万科正在换组。嗯，现在也抢打时间就结束了啊。嗯，这样赵启南回来了，呵呵，刚回来差点断个球。这是门前有点乱，哎呦，不能再乱，赶紧小心。哎，这个球幸好有一拍打出来。刚刚我们才夸奖完，没有第二点更奖机会。对，这下就有了啊。对，三对二，好球，直接射，漂亮，进了。这球拉杆啊，看得很准，不会又是方心吧？好像又是方心。哎、方心这个。今天手风太顺了啊，非常的神呐、啊、如果第一个进球呢是误打，有点啊运气成分的话，第二球射的可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啊，很沉稳，看中了对方的死角、嗯、直接抽了一杆，嘿呦，我们看一下回放，这是墨色进来，对，速度非常快，留球留的舒服。哎，给球！哎呦，这球真漂亮！对，打在挂在那个角。嗯，他有比较充裕的瞄准时间啊，直接推了一个死角，太漂亮了！吼，这个球本身墨色传也舒服，传得舒服。他的手那个刚好又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射球点，刚好是在那个针球点往前一点点，然后挂的那个角度又非常好。对，我们看。万科阳光队哦，应该是波士顿叫暂停了啊。对，波士顿叫暂停，是不是太累了？球员他想让大家歇一下，这也是一波五打四之后没有结果啊。是。那么被万科打了一个反击战，三对二的进攻。对方也确实应该要叫一次暂停，因为这个时候球员心态上来说，哎，我刚之前有一波强攻机会没有抓住，反过来被对方轻松的破门。看，这是刚刚哦，刚刚射中立柱，射中立柱了，真是好机会啊！
看刚刚这一个，这球是挺危险的，对，非常危险，门前对方球员比较多，这个莫瑟速度非常快，然后分球这一拍也分得非常舒服，嗯，方兴非常顺的就在那儿起球射门进球，无话可说，非常精彩。说明第二节昆仑红星女兵在看台上那些大喊方兴啊助威啊没有白喊，没有白喊，对，果然进了第二个球，非常这个非常有运气啊，是啊，嗯，希望第三节带来好运，但是这会儿没听到哈呐喊声，是不是女兵提前回去休息去，有可能吗？应该不至于，应该不至于哈，他这个比赛场馆跟住所也很近啊，非常近，长途劳顿之说啊，哎，这必须得说，因为现在是两个队现在不都是有比赛日，当然是有大巴接送的啊，对，但是训练日的时候其实球队的教练是不允许他们乘坐大巴的，嗯，要求他们走路到球场啊，但因为走路说实话其实还有点远，1.多公里、哦，所以中国球员呢都已经迅速的学会了用这个各种各样的自行车啊，外国球员也很快就学会了啊，就是用那些那个扫码的那个扫码的自行车，咱就不给做广告了啊。对，但相比啊，龙岗那边，整个的环境还比较好啊，也比较清静，不至于很乱哈。有非都是到处都是树，然后环境也比较怎么说，就是比较安静，安静，然后也比较就比较宁静，比较清幽的。其实挺适合职业球队待的哈。对，不是大城市乱哄哄啊。嗯。看啊，现在万科阳光这一波气势打起来以后，可能还会再有机会。还有8分多钟、啊。还有8分多钟。看看对方的。毕竟之前第一次打这个波士顿刀锋的时候，比分可是7-2啊。7-2啊。一切皆有可能。哇，对方也是打得太凶了，自己给撞一块儿。或带球失误，感觉跟昆仑红星打比赛的时候发挥特别好的几个球员啊，今天都有点沉啊，像古德伯格了，可能还是有一些很活跃的几个球是吧？有，我觉得是，都没怎么发挥呢，还啊，不那么亮眼，除了门将啊，继续表现还不错之外，好，我们看到这个是核心吧？对。刚核心试图一个人突破突入重围，是啊，方心进球了，核心是不是也着急啊，准备建一下功，这几波这个动作都还挺大，对，虽然不是故意的，来看一下真球，哎，方心这一组又回到了场上，而且这场比赛你看波士顿拼身体都用的很少啊，在跟昆仑红星第二场他们拼的很凶，用身体，方心又来了，方心要帽子戏法，我的天哪，想要来个帽子戏法呀，不进球就不进球，一进球就3个球，对，这个女版马修斯，嗯，还真是啊，按他今天的射门状况来说还真的有可能哈，嗯，看看后面怎么抓机会，而且现在确实是波士顿这边机会给的还挺多的，就是被吹了一个犯规吧，哦，吹打对方手了吗，嗯，孔明慧，球杆掉了，应该吹的是对方犯规啊，按这么说不是，这个是吹的方兴第一下动作孔，那应该早吹，上有点晚，嗯，吹的方兴这一下用球杆击打对手，嗯，用肘啊击到了对方的头部，还是哨略晚了一点啊，方兴还可以休息会儿，我们看一下这波4-5，
休息两分钟，等于错过了三次吧，差不多三次轮换，两次轮换，也就一两次吧、嗯、好，破坏出去，贾尼亚呢算不上咱们说的那个女魔头组合啊，对，但是我们看现在看看这次进攻，昆仑红星又有一次不，这个万科阳光又有一个非常好的进攻机会，这个方心从黑屋里出来了啊，是，哎，可惜核心这个球没有控制好，核心在本场比赛之前还没有送出助攻呢，估计今天也会拿到个人生涯第一分啊、嗯、今天万科阳光算是多点开花，多点开花哈、嗯嗯、对，确实咱们一直说大魔王组合，但是今天大魔王组合之外的球员也都在破分，对，除了大魔王之外，今天小魔王们也发威了，你看这样的球队其实就特别有威胁，像你有几个杀手锏、嗯、还有一帮不好惹的小魔王，嗯嗯嗯嗯，觉得你的就特别难防范嘛，对，不定哪个点就会冒出来点什么，像今年的大闪电啊，闪电的第一进攻组是相当的猛啊，其他的组合呢、嗯、也能时常发挥点余热，哦，有正收看咱们比赛的球迷朋友啊，做他因为他懂日文嘛，做了一个正确的翻译啊，为什么咱们叫佐藤驹子，他呢翻译出来叫驹池沙都，驹池沙都，对，很有可能啊，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我在查这个翻译的时候，现在这个萨托和 Kikuchi 都是姓氏，都是姓氏啊，萨托呢翻译成姓氏就是佐藤，这个 Kisuchi 呢翻译成姓氏呢就是驹池，这得正确的办法只能上日本网站去查。正确的办法呢，就是说有一个肯定不是姓氏，是名字啊，到底哪个是名字？这个只能是说这个去日本网站上查他的汉字名字，啊、因为他们其实都是有汉字名字的、啊，他们有汉字对应的，对，对，这估计这个朋友提供的是准确，嗯、他查了，啊，他居池呢是他的姓啊，这个萨托是他的名字啊。嗯，确实是菊池沙都，沙都哈、啊、对、哦、这个沙都呢作为姓就成佐藤了啊、嗯、又长学问了，哦，原来他还有一个哥哥，这个菊池沙都他还有一个哥哥，也是菊池也是打冰球的啊、哦、嗯，所以说其实很多这个练冰球容易一家子吧，容易就是一家子、啊、嗯，哎呀，现在的国家政策也开放了，可以二胎啊，对，估计练冰球的孩子就能成倍的增加啊，从前呢带一个孩子也是练，实际上心理家长心理是一样的，带两个也是练，那么一套护具啊装备啊、嗯、老大用完老二用、嗯、哎更节省，尤其是年纪更小一点的时候，也没有男护具女护具之分、啊、这比赛还有2分20秒结束，现在方克阳光队以5-1大比分领先，方心两个进球啊，非常好，基本上就要这样收了哈、嗯、
估计万科也不会再拼命的猛攻。这万一对方再撤个门将，你说一比五，不撤不撤，应该就不撤了，是吧？他门将呢，本来滑行跑动就慢啊，撤个门将花半分钟，嗯，他不会的。这倒不至于，不会这么选择。对。好，刚才这一杆射门的就是咱一直在介绍的这个球员啊，叫菊池，菊池沙都。对，对方的八号。嗯，八号，也就是上一场比赛跟昆仑红星在门后自己摔倒的那一个，被昆仑红星打进了空网球。嗯。哦，有人摔倒，裁判没有表示。莫瑟再发动一次进攻，啊，也没有，只是把球弄过来，顺便换个人。嗯。这比赛马上就要进入最后一分钟了，看一下还有没有机会。方兴啊，这个还是方兴刚刚这个一对一打的稍微，这个不是。对对，太松了哈，松了一点。啊，嗯，莫瑟莫瑟，赶紧再助攻方兴一次吧。嗯，方兴在等着呢，他应该在门前现在哈。嗯，哎呦，机会来了，还挺有危险的。对，刚刚方兴还又硬是又打了一板，对方换左右空当，看他助攻还是射门。哦，还是挺无私的啊，完成第四助攻，往前传，不叫完成助攻，而是试图助攻。嗯，现在还有二十多秒，哎，这个对方这个球员有点不讲道理啊。还有十二秒，最后还要再打一波，这不太好吧？方兴还在场上，他就没换下去，就等着帽子戏法，没时间了啊。争取下一场吧，争取下一场。啊，非常好，今天是完满哈，非常圆满的一个结局。顺利的胜利，两场两个进球，两个进球啊！现在正在场上接受队友们的祝贺，真是的，咱们也祝贺一下，祝贺一下万科队啊，万科队。嗯，方兴这个不仅是自己的第一粒和第二粒进球，嗯，也是万科的中国球员的对首粒进球，首粒进球。好，咱们明天啊。还是在同一时间，还是这两支球队继续在深圳呢要搏斗一场。嗯，咱们也是在寰宇平台啊继续为各位送出直播，那希望大家呢，嗯，到时候收看，谢谢大家啊。哎，谢谢大家晚上的收看。嗯，咱们明天见，明天再见。
scores. Jessica Campbell, who scores!